到六合帝国时代，大家好，我是塞琳娜。提到满清末年，我们大家的印象都是弱鸡一枚，但你也许不知道，在1870年代，满清也曾打败西方列强，跻身世界列强之一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列强不断欺负满清。同治三年，公元1864年，中亚人阿古柏带兵入侵满清的新疆，攻占南路八城以及其他大片新疆领土，后来还成立了割据政权，公然分裂满清国土。随后隔壁的沙皇俄国也派军队趁机入侵新疆的伊姆地区，在当时阿古柏的割据势力和沙俄沆瀣一气，目的就是要把新疆分裂出去。满清如何同时对付两股势力呢？光绪二年1876年，满清的慈禧太后力排众议，坚决要收复新疆，他派左宗棠带兵出征新疆。于是左宗棠带着80000清军出发，清军全员装备新式的近代武器，而且士气高涨，很快把阿古柏的部队杀败。随后清军在几个月内攻下新疆的乌鲁木齐。第二年3月，新疆大部分地区被清军收复，阿古柏服毒自杀。至此除伊姆被俄军占领，新疆大部分领土被满清收复。清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复了新疆大部分领土，这让俄国的沙皇始料未及。毕竟在他过去的印象里，中国人文弱不堪，软弱可欺，他甚至觉得慈禧就是怂包的人设。可现在中国人接下去的节奏就是要对付俄国人了，俄国人会把抢到的伊姆还给满清吗？要知道按照俄国人的惯例，伊姆既然被俄国抢了，就绝不可能还给满清。果然在光绪四年1878年底，满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，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里瓦济亚条约，以丧失大片新疆领土和赔款500万卢布的代价收回九座空城。这个消息让慈禧太后大为震怒，她把崇厚治罪，然后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，要求把之前签的条约作废，死也要把新疆全部收回来。这在当时全世界看来都不可能。第一，俄国人侵略成性；第二，条约都签好了，怎么能改呢？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光绪七年1881年2月，清俄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伊姆条约，沙俄同意归还伊姆地区，满清同意给沙皇900万卢布。至此新疆99%的领土被满清政府收复，满清通过这次的战争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，使自己具备了成为世界列强的潜力。当时英国的外交官也给满清点赞说，满清迫使俄国做出了他从未做过的事，竟然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吐出来还给满清。沙皇俄国为什么会突然把业已侵占的伊姆还给满清呢？欢迎大家扫描公众号二维码，或者搜索历史老师888，进入历史老师公众号，输入左宗棠就可以知道答案啦。横扫六合帝国时代，我是司令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吧。